咸水的大众庙当中，有一间福德殿供奉土地公，是真侪人来到咸水拢会去参拜的神明。不过，这个土地公的后手有一个神奇的现象，到底后手会发生什么代志呢？透过镜头，咱做伙来看卖。讲到土地公，咱拢知影，伫台湾民间信仰当中，常常看到，也是大家上接祭拜的神明之一。真侪庙宇拢有供奉土地公，毋过恁有看过土地公的喙手会变长吗？咱土地公，伊本来的服饰拢白色，拢白色，像你这上面顶拢有个白色。啊，伊长出来的服饰都是黑色的，唔是白色的哦。原来是服饰是白色的，可是它长出来都是变成黑色的。啊，这无可能理想。诶，我请教授人来鉴定，迄毋是理想。长出来啊，竟然长七尺六，非常不简单。我来阁用七个螺钮。位伫咸水大众庙内面福德殿的土地公非常特别，伫画面中会当看到伊的喙手原本是白色的，毋过下面新生出来却是乌色的。庙方主委也用科学来说明这个现象。啊，现在原来白色的长出来变成黑色的，迄就是量子力学的磁场关系。量子力学就是讲，它是一种无形的一个磁场。你话说你看嘛，伊长出来的胡须都是黑色的。啊，除了这个胡须以外呢，那个金童玉女的爸爸，伊无胡须嘛吼，所以伊的爸爸，他的眉毛都会长，都会长，也长了好几寸哦，都长得这个快要将近一尺，两个长度比较一尺，他的眉毛，哦，这是一个非常奇特的意象哦。庙内除了土地公以外，其他神像的喙手甲爸爸也随着时间有无同的变化，非常神奇。庙方是欢迎民众前往大众庙参拜，来看看这种特殊的现象。记者沈文仪，咸水区采访报道。